中华职棒休季期间，不少球员会相约自主训练，像是乐天桃园的两大左投王义正、陈冠宇，就和棒球情人高国辉、左投彭世颖彼此效力不同球队的好手操课。选手们卖力吃掉每一份的课表，不外乎是希望储备能量，在新球季有更好表现。而姐姐也在练习空档和未来的观众聊聊天，分享对黄子鹏、森仁和两位土头学弟的观察。老虎今年先发24场，缴出12胜3败，2.33的防御率更是全联盟最佳。开心的拿下年度个人奖项。曾仁和从进出被强袭球打伤挂彩，6月康复重返投手球，全年先发了11场，7胜2败，防御率2.48，同样出色。包括台湾大赛第二战，他先发了5又3/3局，丢掉3分，表现不足。虽然没有帮球队捍卫主场扳平系列赛，但整年的努力还是获得学长的大力称赞。老虎是真的蛮认真的一位学弟，他苦练啊，领悟力也不错的一位学弟。他也不吝啬会一直去问说他该怎么去成长自己，他的一些辅助的运动他也都一直在强化，所以我觉得说，他这样子今天这个成绩真的是很符合他平常所做的一切，这样来回馈到他身上。投杀是真的，我觉得他天分型的吧，一受伤回来以后，他可以马上变得很强，他只要到场上变另外一个人，很厉害。所以我觉得我蛮佩服他。Tosa 这个学弟是可能经过很多大世面，所以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一定会比老五来得好。可是稳定度的话，老五比较好。老虎和 Tosa 动物系的学弟各有特色，也都是乐天仰赖栽培的本土先发战力。曾仁和主场 MVP 大方扭起来，快速圈粉。黄子鹏全年的压制更是有目共睹。王一正也笑说，要跟学弟好好学习竞争，一起组成让教练团信任的投手战力。来体育台梁月黄化君采访报道。